今天赌一局吧。行啊，赌什么？赢的一方呢，有权要求对方满足一个愿望。好啊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吻我。能换一个？不行，我就要你吻我。咱俩不是那种关系。我哪里不好？从此以后，我的手机任你翻任你看，密码你生日，行了吧？你好不好？不要再生气了啊。那你早说不就没事了？当着人家的面跟我争，不能，人家俩人吵架你总得有一个帮这个，有一个帮那个的吧，要不然他得平衡，男女是要平衡的，你知道吗？睡觉。你这边的，你咱俩都睡这边床塌了，所以我也睡这边，这叫平衡，知道吗？不要再啰嗦了，睡觉。林峰呢？啊，在里边。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哪儿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广东的赖总等了你一下午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有事就没去。上次让你接亨利，你就没去，是罗小聪去的。我没有当面揭穿你，我是希望你知错就改。没有想到你现在变本加厉的来糊弄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，我就觉得我去了也没什么用。再说我也不想被人摆布。不，让你见客户谈生意赚钱是摆布吗？你知道亨利对我们公司多重要吗？他是我们未来企业的关键人物。行，妈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不是故意不去，我是真的有事才没去。泡妞去了，对不对？谁泡妞去了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正经的谈恋爱，我不会管你的。你怎么可以跟社会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胡混，还让人家跟到家里来？你要气死我，对不对？啊！我没有胡混，妈。有人可以证明，罗小聪，你说说，是不是那个女的缠着我的？是吗，罗小聪？算是吧。但是追她的女孩是挺多的，不少。什么叫不少啊？
罗小聪，你哪只眼睛看见女的不少了啊？我麻烦你以后说话的时候，能不能经过你的大脑思考一下再说？而且事实上就是那些女的缠着我的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平时要是注意，他们才不会找你呢。我觉得还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要是不喜欢人家，就要跟人家明说，不要处处留情，男的这样很不负责的。滚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林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罗小聪，你就站着吧，不走。啊，还真是啊。怎么不是啊？这不是。哎，还挺自恋。怎么回事啊？那女的认识吗？哪儿的呀？估计他肯定是先勾引他的。是这电脑的事。对呀，劲爆吧！你说那林少爷真是太过分了，这不是玩弄女性吗？还挺自恋啊！你的稿子设计完了吗？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顺便减点肥吧。肯定是那个狐狸精勾引林总的，林总才不会看那种货色呢。你不用给他解释，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。你就给我盯紧了就行了，有什么事情及时跟我汇报。好的。别像这次似的，盯紧点儿。您放心吧，啊。起来。我叫你起来。你老实的告诉我，外边传的风风火火的事情，你做过没有？我做什么了？你说你做什么了？我没做什么呀。没做什么，没做什么，人家说的这么热闹。你老实的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？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。就是你跟那个，你叫什么苏苏什么，那个女孩。我跟她没什么，我跟她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你别在那儿跟我胡搅蛮缠。不是。啊！您听见外面的传言，你还不相信你自己儿子是吗？我跟他真的是没什么。没什么。我是你妈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林峰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要是你爸爸活着的时候，看他怎么教训你。你自己注意你的高血压。你干什么去啊？身份的人还需要蒙你吗？别废话了，走吧。我自己会走。你去哪儿？你能说话吗？我这儿好多事情呢。我自己会走。我跟你说，等会儿孙董回来，什么事情都没完成，都赖你。上车。去哪儿啊？上车。去哪儿了吧？还慢一点，要死了！
为什么不说？我只是让你后悔拒绝我。没面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追求我的女人多了是了，你还不算糟糕，至少跟我打过几次台球。你别告诉我，你喜欢的是这种等级的货色。不行，他在我眼里单纯直率，而且我就看他顺眼。我真不知道是你有问题，还是他有问题，还是我有问题。太高估你了。是你有问题，你太做作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连他都比不上。凭什么他要打我？今天让我很没面子。我告诉你，下次你要再拿我当挡箭牌，我告诉你妈。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那谁让你唱歌的？哎，你家的地方不能唱歌啊！闭嘴。请吃饭。多少钱的标准？你定。6000吧。好。折现。我回来嘞。回来啦。嗯。中饱吃饭没？没有啊。又饿了？嗯。想吃什么呀？嗯，随便。哎，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？对啊。不容易啊，小朋友。嗯。哎呀，我倒口气儿啊，倒口气儿，我先做饭去。你今天累吗？还好啊。嗯。看什么呢你这？没干什么。你想什么呢你？没想什么。来，这位同志，来来来，来转过来。嗯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神经病吧你！哎，我回来一趟，带大的不洗脸的，干嘛呢？哎，罗总。哎。干嘛呢？我想事儿呢。你想什么事呢？就考虑问题。你是不是哭了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嘿，没人打了。谁打的？一个不认识的女的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现在好多了。就打了这儿，其他地儿没坏。疼死了是吧？还好。那你现在什么感觉呀？胀。你能看见东西吗？哪只眼睛？这是几？你举了吗？上医院。我去过了。走走，上医院。我去过了。你去什么过？你去上医院。我去过了。你去哪个医院？你也得去医院。哎呀，我去过了。啊，你去过了。嗯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休息两天。能好啊？能好。现在就是有点淤青。谁打的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着急啊。今天 Peter 带我去台球厅。Peter 打你的？听我说 ，Peter 带我去台球厅，有一个女的可能挺喜欢他的，然后 Peter 拿我当挡箭牌，那女的可能就以为
我是他女朋友。不是你没事你去什么台球厅啊？他带你去你就去啊。然后我就在那儿打球，然后那女的走过来就拿台球砸了我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说这个女的本来是要打 Peter， 但是 Peter 一害怕拿你当挡箭牌，你挡箭牌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挡箭牌是说 Peter 想让那女的觉得我是他的女朋友。Peter 凭什么想让那个女的觉得你是他的女朋友？我估计他可能挺烦那个女的的。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误会。误屁会啊！我问你，是 Peter 把你带到台球厅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这女的 Peter 认识，对不对？认识啊。而且这个女的是因为 Peter 才打的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件事情是跟 Peter 有直接关系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但不是 Peter 打的我。嗯，我知道。你干嘛去啊？哎，你坐那儿。不，你坐那儿。你听我讲，你先听我把话讲完。我听你讲什么？打成这样了，干嘛呢 ？Peter 已经道歉了。他道歉管用吗？他也赔了我5000块钱，也带我上了医院。他觉得5000块钱，我媳妇眼睛就值5000块钱是吗？他也带我上医院了。那我也可以先把他们家人打了，然后再把他带医院去。你这样再去找人家，就是咱们没理了。不是他打的，他也不知道。虽然是因为他的，但是真的不是他动的手，而且我已经说过他了，他也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行了，不吵了，我们不要因为他再让我们两个一起生气，我已经生气过了，你再生气不值当。因为他，我媳妇被打了，现在如果我再找 Peter 的话，是我没有道理，是不值当。你是把他打一顿，还是把那女的打一顿？你是在帮他袒护什么，是吗？我帮他袒护什么？你说我帮他袒护什么？我不明白这个女的凭什么要打你、啊。哎呀，不要再吵了，我已经讲过。我们不为这个事情吵架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心疼我。我发现这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年轻人。你虽然不是很聪明，但是你为人真诚、厚道、朴实，做事情认真。我交给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你都能非常非常认真地完成。在你的影响下，我发现林峰啊都有所改变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是吗？所以呢，我想请你来公司做总经理的助理，啊，就是给 Peter 当助理。我给 Peter 当助理啊？嗯。阿姨，孙董，这个我可能做不了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没关系啊，不会可以学嘛。不是，我太笨了，我学不了。其实啊，做总经理助理也并不复杂，我就是想让你帮我看住林峰，看着他每天和什么人接触，是不是又去赛车了，是不是去打网球了，或是台球什么的，有什么事情你及时向我汇报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不会让我跟着他的。 Peter 很犟的，你讲不过他，而且他对我有时候，他对我有时候挺凶的，我也没办法。
我怕我做不来这个，我不想做这个。我呀，观察了你和 Peter 在一起相处的那种感觉了。其实啊 ，Peter 还是很冲你的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个孩子从小就没有跟什么人打过架，也没有人能够制服了他。上次你在楼下教训他，我都听见了。阿姨非常的感谢你。阿姨，孙董，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吧。我不适合干这个工作。其实小罗呀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从一生下来，我们就把他放到外婆家了。我和他爸爸两个人，只知道在外边打拼事业。后来他爸爸去世了，我就把他接过来了。说是接到我身边了，其实我真的没有时间真正的去关心他、照顾他，所以让他在性格上养成了孤僻、冷漠，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！你让他往东，他偏要往西，即便是他愿意做的事情，他都要曾经做出来反抗的样子。为了这种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哭过多少次。我虽然在事业上是个成功的女人，可是作为母亲，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失败的。我管不了自己的儿子，这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说说。我想求你，求你帮帮我。这个，孙董，这个太突然了，要不然你让我考虑考虑行不行？不用考虑了，月薪8000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从离开 4S 店的那天我就知道，我就是一个镜子，是镜子总会发光的，只是时机的问题。你看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成长啊，这么多事情证明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。叔叔，我说话你听见吗？刚才听见了，这么多时间证明，我是一个能量特别大的人，是不是？啊，虽然我可能改变不了别人，但我觉得我总是有一种让别人觉得我能改变他的一种。中国有句。一种力量哈，那是骗子。怎么是骗子？我是金子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其实也是个金子啊。哎呀，其实不是在说你，是在说我的价值。说明我在，你看孙小雅这么高雅哈，这么对人严格要求的人，对我都五体投地，这说明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。当然了，虽然他对我这个。很欣赏，但我今天还是拒绝了。有多大呢？我还是拒绝了他邀请我到他公司里边做这个 Peter 助理的这个邀请。但是我觉得我决定是对的。你等会儿，孙小雅邀请你进公司做 Peter 的特别助理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你拒绝了。是的。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不用商量啊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。你又决定了？我做这个决定是在你之前的那个决定的基础上我决定的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是在我之前的那个决定基础上决定的？你不是不愿意我跟 Peter 在一起吗？你不喜欢他，我也不喜欢。那倒是。哎，但是，你看，我还跟你讲过呀，我说万事要商量啊。这事不用商量，这事儿是咱俩做的决定。咱俩做的决定也是要提前商量一下的呀！你看你不跟我商量，你就是要出大错误，就是要掉进悬崖的。严肃，你这个……啊！谁呀你？
作病啊！不开灯，拉破罐儿干嘛？神经病一样。我不是布置一下吗？谁死了？啊？谁死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就是想造一个气氛，罗曼蒂克 ，Do you know？ 弄你妹呀，罗！哟，你怎么了？让谁给打的？啊，也就磕了一下，没事。你瞧你缺心眼那样，这么大人，还把自己磕出血了。没事。瞧你笨的，你给我拿拖鞋过来。Thank you。这包挺好看啊。好看吧？新款。是吧？哪孙子送的？哪孙子？哪孙子？肯定不是那孙子，那孙子他抠，他舍不得给你花钱。哪孙子？瞧你那熊样！哎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是这种人，原来我就以为你是个小心眼儿，没想到你人品还有问题。我人品？你真够猥琐的你！我什么的，我就是想把你整理整理。几个意思啊？谁拉开的？谁拉开的？不是我拉开，我拉。你居心何在啊你？我怎么了？我又没翻过，对不对？我未遂。你看你这死样子，更可惜的是，你错了就是错了。我怎么了？我没，我错了就是对不起，知道吗？我认对吗？那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我们俩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那日子就别过了，给我滚！不滚！我干嘛滚？我让你滚！不滚！那你就在这住啊！我走！你个猥琐男！哎妈，你真走、啊？去死吧你！谁允许你拒绝的呀？我就说你不商量，你肯定有问题，你肯定是二。不是怎么了？你不想说，天天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想啊。你看，如果你要是不拒绝这个决定的话，你就是在家咱们俩在一起，上班我们在一起，上下班的路上我们还是在一起，我们24小时都在一起，你傻呀？尽管是替补阵容，你乐什么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啊！是天屁在一起，你拒绝了。哦，那你看电视吧。谁允许你拒绝的？不是。我不拒绝不行，一个你不喜欢我给 Peter 干活，另外一个 Peter 那个人小心眼儿，然后你说我给他干活，他本身也不喜欢我，回头他再给我穿小鞋，我找谁啊？他怎么可能给你穿小鞋呢 ？Peter 在公司。你在公司，我也在公司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下呀。你脑子坏掉了，皮特是你老板哎。啊。那他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他是老板，如果他让我心情不愉悦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从我的脑子里边源源不断掏出这个 good idea， 然后指着我挣钱呢？在公司有这么高的地位，哎呀，你就算没有地位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说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老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当着你的面欺负你的老婆，我一毛捅死他。那咱们俩就失业了。哎，我问你，这公司谁是老大？孙小雅呀，孙小雅是老大，孙小雅又是 Peter 他妈，孙小雅把你弄到 Peter 身边去工作，把你弄进公司的话， Peter 不听孙小雅的，他听谁的？
对不对？那如果说 Peter 给你穿了小鞋的话，那孙小雅能饶了 Peter 吗？好像是这个道理哈。给孙小雅打电话。现在啊 ？Just now。好，给我打了。Yes。等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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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又怎么了？不对，这事儿不对，不对。怎么又不对了？我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公司说不让夫妻两口子同时在公司。为什么？这是规定。谁规定的？公司规定。哎，不怕，没有人知道我们俩是两口子啊。张华知道。哎。本来我还想明天可以和你一起去上班呢。你拉裤兜子去。叔叔，叔叔，你是不是很想跟我在一起上班啊？哎呀，想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想。如果你够信任我的话，张华的事情可以去试试。从此以后就是两个大白脸。让我看看，把围巾掏出来，行吗？你的美貌已经掩盖了你的傻气。8000，那密码多少？你可以自己设定。那第一次初始密码呢？6个0。啊，嗯，都是这样的。我叫安迪，人事部的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安迪，帮我把这归印一下。好嘞。啊，这是林总的新助理罗小聪，这是我们人事部的经理江经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，正好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林总都喜欢什么。哦，好，好。罗小聪，你是怎么进的这公司啊？我是孙董安排我进来的。你认识孙董？啊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让我给你老公找工作呀？当初我找你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。那孙董没跟你说我们公司不能夫妻在一起上班吗？你胆子真够大的哈！你就不怕来公司见着我？你不怕我去孙董那告发你去？我忘了，我跟吴桐商量这事儿的时候，我把你给忘了。你把我给忘了，我在你心目中也太没地位了。我现在就去告发你！哎，不不，江队，你别这样。看在咱们同学的份上，你别说行不行？这事儿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吴桐不说，也不说，就没人知道。你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了。你是谁呀你？
你知道我坐到今天这位置，我花了多少心血吗？这么多年，我跟孙董说了好几次，我想当林总的助理，孙董都没吐口。你刚来就给你了，要不然这样，你跟孙董说，你说我不适合做这个，然后你让孙董安排你，我其实只要外边给我一个小位置我就行了。哼，罗小聪，你真够坏的啊！你都坏的都流油了，你。我坏？你又刨坑吧？我没有啊。又开始刨坑让我往里跳。我跟你说，罗小聪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江代了，你少给我玩这套，你。不是江代，你要实在要跟孙董说，我也拦不了你。但是我来，我其实才不在乎做谁的助理呢，我就是想能跟吴桐每天一块上班，每天白天能见着他，晚上也见着他，要不然我是不会答应给那个臭屁当助理的。谁是臭屁啊？ Peter， 就你们老板林峰。不许你侮辱他，你侮辱他就是侮辱我，你知道吗？丹丹，你把这个东西啊。哎，张总，这怎么回事呀？啊，这是林总新来的助理，我正找他谈话呢。林总助理啊？啊。哎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？您找我？哦，那个什么，这个文件你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签个字放我办公桌上啊。哎，好嘞。挺好的啊，挺好。行吧，罗小聪，看着你对你们家吴桐一往情深的份上，你肯定对林总也不会有非分之想，当然了，林总也不会看上你。那我就帮你这个忙。谢谢你啊，江丹。但是知恩图报，懂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林总去哪儿、跟什么人吃饭、喜欢什么，你都要随时跟我汇报。我尽量吧，我尽量，必须。行，你去吧。你别跟吴桐说，我来找过你，他不知道我们俩认识。行了，走吧。这是我们展示区。这是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了，真的。对啊，真的啊。这边还有呢。那不怕偷吗？那我一砸就偷了。每个角落都有摄像头。哪儿？到处都有，现在正看着你呢。走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边。哦，全都是真的啊。这是我们的新人培训室，大概能容纳60人呢。嗯，老板来的时候都在这开会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正好。这是新来的林总助理罗小松，哎，这是我们设计组的组长，你好，你好，罗组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们认识啊？我们不认识。不认识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姓吴啊？那个，你刚才说的呀。我没说。我没说。不不，就是你说的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姓吴呢？就是。安迪，哎，厕所没有纸了。哦。我刚刚怎么说的？对，你就刚刚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好像，哎，这是茶水间，我怎么知道？真漂亮。Stay here， 请不要远走。爱的痛苦和温暖。
什么理由，爱恨汹涌难再留。夏天秋坠落人间，为爱奔走，雨水淋湿了衣袖。Cry and Joe， 我们曾在一起天天守候，时间如飞，四季轮回，心太碎，冷风吹枯了花蕊，覆水难再收回，哭泣爱情啊，在泥土里因寂寞成灰，爱的树却少雨露，爱的孩子已陷入迷途，挽留，好想挽留，求求上天让你醒悟，爱没有尽头，心怎么停，太多委屈在胸口。我们曾在一起天天守候，时间如飞，四季轮回，心太碎，冷风吹枯了花蕊，覆水难再收回，哭泣爱情啊，在泥土里以寂寞成灰，爱的誓言已摧毁，爱的伤痕痛彻心扉，独把白浪再见祝福，分开寂寞的伤上天让你。